这里有不一样的东西了。看来你已经完成了那个世界的任务，而且我知道你还要想回去，但是本机由于某些问题，有些原因只限定了一次机会，这个限制由来已久，现在无法将其解除，至少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操作权限，如果我这么说有点傻，那还请原谅。但是如果你愿意帮我试试的话，就再好不过了。游戏进度日志应该存于你电脑的某个位置，有可能在你现在正在看这份日记的同个地方。Documents, my game, one shot。如果这个游戏进度日志是以这个文字，这个格式存在，那么你可以对其进行操作，尝试把它从现在的位置移开，或者直接删除也可以。对于不够了解你的权限，我再次感到抱歉。如果我写的这些内容让你产生困惑，还请见谅。Document my game one shot。好，移掉。好。我喝。我们第一次玩有那样子吗？有人吗？他记得我。等等，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听起来如此熟悉？输入密码提示文件，这一次好像会不一样了。我们看一下，哎呦，变得真的不一样嘞！有了有了，新的东西出来了，有四张图。我现在用全荧幕是不是？不是，我是说看，好，看样子你能移除这些限制。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已经可以，你就可以继续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到位。八，我们先输入一下八。这段旅程可能会在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上展开，但这取决于你的操作。如果你能认出我的标记，你就会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我承认它的风险会很大，本体的状况会恶化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然后，哈哈，看看我，请你帮忙，但是在你答应之后却变得如此忧心忡忡，这是什么？这什么？L，大写的 L 吗？L 在哪里？这是 S 还是八啊？如果你什么？如果你希望留下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的话，我理解。如果你不相信会愉快的解决，我理解。如果你只是害怕会发生的事情，我也理解，因为我也害怕。如果你喜欢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喜欢原本的故事，如果你真的不想看到事情发生变化，不管好坏，然后假装你从未看到过这一个，就像往常一样继续这段旅程。不要用我的日志做你不熟悉的事情。不过这个选项会一直为你保留。这就是我恳请你再考虑考虑的原因。弥赛亚，这个世界，我的孩子们，他们都值得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谢谢你听我说，再见。看，全部原英文看看。SO。T 在哪里？真的哎，这个字什么意思？Either one of two times in the year, the summer solstice and the winter solstice。哦，有夏至和冬至的意思哦。When the sun reaches its higher or lower points in the sky at noon, marked by the longest and shortest day。你找到我了。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模式在玩的？是好还是全屏？我觉得就这样这样子用好了。
为什么？你已经太迟了，这个世界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你到外面看看就会明白，这个地方从来都不值得被拯救。即使如此，你还是想再试一试吗？那么记住这一点，你的行动会影响到 Nico， 你的任务是帮助 Nico 离开，而最重要的是……哦不，这样并不好。我们已经通过这个了吗，幽灵？那应该是不可能的。你应该只有一次机会，但那之后我应该是不存在的。Nico 听到门打开的声音。我们有奇怪的日志了。不好意思，我现在注意到我没有开麦克风。干，树不发光了。我一离开那个地方，它就不发光了。啊，然后我有拿到一个成就了，是叫做混乱。在这个叫做 Chaotic Evil， Don't do that， 就是我一直要。啊，或者这个成就的方法就是一直试图的去破坏这个灯泡，就是例如说一直拿我们一开始拿到的铁锹跟灯泡一直那个合成，或者是把灯泡一直试图把它拿去那个压抑机那边压扁扁。现在我们有个 return 了，然后 one shot back to its root， 这个成就是要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完全不关，就是除了让他在床上睡觉以外，我没有擅自的把游戏关掉，这样子。好，我看到这边写的是网络上面写说，调整 Nico 的位置，将图上的灯和矿洞内的灯重合起来，矿车出现就可以往深处走，开启 True End 的路线。怎么调整过来一个？哎，这边有个破，这边有个线索要踩在这里，你们看到吗？这边有个三叶草。都没有发现，好，踩在这里，然后这样子，有了，矿车出现了。刚刚发生什么事？你看见了吗，天使幽灵？那个矿车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但我没有注意，我正在仔细的看那本日志。我们
可以尽量去找机器人，我们可以 我们可能应该去找那个他我在讲什么，哦，我刚好在仔细的看那本日志，然后我发现了这一页画的好像是这个房间。当我再次抬起头时，那个矿车就突然凭空出现了，我应该担心吗？嗯，这像是一个标准配置的矿车，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察觉到这个房间的响动，就自动进入工作状态了。嗯，这个说得通，我就是很惊讶它还能工作。我想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有一台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了，虽然不明白为何你要去深矿处。如果你想去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了。好，那辆矿车可以搭乘搭载我们俩吗？不行，但我想你和我们一起去。我知道有幽灵陪着我，但老实说，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哦，我可以一起去，我只需要沿着铁轨跟着走。但你不觉得这样子有点危险？磁性铁轨可以使我固定不掉下去，只是对有机生命体来说，在上面走很危险，就像你。明白了。好，走喽，嘟嘟。哦，我可以控制，我只能往前，我只能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后往后退一步，不然我不能，我只能一直往前。对，对，好，我们下来了，去新地方了。嗨，你需要什么帮助吗？不用了，好。嗨，又见面了，嗨。一直跟他刷对话有吗？好吧，等一下，停住了。我在协定中无法识别这个地方，这不是我见你们的地方，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我只能想到一个人，他联系你了。他做这个有多久了？目前这不重要，你越线了。哇，等一下，等一下，你应该回头，请回头。有不好的事要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这样的话，妮可会陷入险境，请回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了？我。就不好的感觉，感觉我不应该到这里来啊。那你想回头吗？我不知道，你觉得呢？我们应该回头吗？继续前进，冲啊！好，我还是可以后悔的，只是不要，我想要看。我们等他。可是这个矿车这个声音真的很可爱，嘟嘟嘟嘟嘟嘟嘟，而且它会上下抖动，就有一种其实是 Nico 拿着纸箱往前抬动的感觉。冲啊！等一下，好恐怖的感觉。好了，过道，哎，好。啊，矿车停了，看起来已经到轨道尽头了。那么这里是哪里？一间古老的观测室，看起来它还保存比较完整。什么？啊？终端重新激活了，但是电源在很久以前就断掉了。奇怪，有可能它在依靠电池供电。不是的，无论如何我都要调查一下。等一下，我也要冷静一下，我要喝我的茶。暖暖的，好舒服哦。虽然现在是夏天，可是你知道我这边有多冷吗？我这边已经六月初了哦，然后现在的温度是十几度而已，只要下个雨还是很冷呢。好的，你可以先自己待一会儿吗？别担心，
幽灵跟我在一起，好，注意安全。我们看一下日志有没有，没有呢。我们稍微，有电池，某种小型机械，我很好奇它是用来干嘛的。我能感觉到我头发有点立起来了。对，所以它这边有在超级电脑。好，看起来这些终端是依靠一个完全独立的电源运转，我也没办法识别这个终端上的数据格式，这些都是没见过的，至少都加密了。我需要通过我自己的系统来分析它，可能需要花点时间，所以你没有必要待在这里。好，那这边有个房间。啊，这个是我没有录到的时候，那个我又往矿车那边，在更前面，就是也就是我声音断掉的地方，在更前面，然后有望下那个轨道的时候，它有一瞬间闪了一下这个机器人，可是就是很不清楚、很模糊的样子，黄色眼睛的机器人，我认出了你眼睛里的光。你是我注定要见的人。你叫什么名字？我是 Nico。 我知道，你知道谁把你送来这里的吗？不，等等，你是说有人把我送到这个世界的吗？之前有个机器人告诉我说我是救世主之类的，因此我猜是幽灵送我过来的，因为他们是上帝。那个机器人甚至有点像你，可能你们互相认识，我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有很多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你的记忆被抹去了，真糟糕。等等，我在想，这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没什么。那我就当作你不知道谁送你来的。那你怎么来这里的？怎么到这个房间来的？我们乘坐矿车来的，但你进入矿车时，矿车并不在那里，对吧？是的。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其实我没有找，机器人女士觉得是矿车来找我们了，但我记得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在看日志。当我在抬起头时，矿车就在那里了。咻的一下，就这样。真有趣。请让我看看日志。好的。已经开始了。他刚刚是把头打开，然后拿个东西出来给我吗？给你。什么开始了吗？我把我的主内存盘托付给你，你让我看那本书就通过了第一个测试。现在你需要找到安装备份的方法。安装？但在做那个之前，有人跟你一起，对吧？除了天使幽灵以外的某个人。我毛起来了！这个世界的居民。是的，是红头发的机器人女士。是说她，我以为是说那个终端机。她现在就在电脑房。那请不要告诉他你找到了我，至少现在不要，我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这个样子。好的，请帮助我恢复记忆，一旦有了备份就把内存盘带过来。怎么备份呢？好可爱啊。好，我还是不太懂。然后这个在 Prophetbot 备份系统，请插入磁碟。是我哦，是这个里面要磁碟。
住宅追踪器，什么意思？是我要离开这里是不是？110117123，我是不是应该要记下来？这是解谜的一部分对吧？好，我的笔咧？还没有来过这里，但你看，他们看起来都一样，也是。哦，编码。啊，透从这里！现在我在这里可以看到 Barons 的各种地方。边区、村落、住宅区，甚至是我自己的房子，它是从上到下的角度拍摄的。这一面的照相机必须在空中，但我从没见过周围有照相机，这有点诡异。我等一下得去调查清楚，你们在密室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没有？你们在那里待了好久。啊，是的，我们发现了一个死胡同。我知道了。那我可以看吗？可以让我看那个吗？我也想看，可恶，所以我只能自己跑过去看，是不是？冲啊！嘟嘟嘟嘟。